出来杀吃的吗？他吃？要，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 好多哎、欸，好多。有人说，所以其实这是个恶性循环哎、欸。他说，第一组最鸡的人到这边变成野人，然后下一组最鸡的也变成野人，有哎、欸，道理哎、欸。原来是这样。小雨有没有看到？小雨有没有看到？小雨有没有看到？好有道理耶、欸。哎、欸，他在我们的路上面走来走去哦。走屁哦、喔欸，这是我们家、喔。走屁啊、喔，这是我们家、喔。嚣张啊，嚣张啊，还要掰哦。乱入别人家，很开心你。在打招呼，来不带饭？对啊，按一下门铃。在那边站着。凶吧，打死了。太凶了吧？等一下，还有。太凶了，对不对？有听到在叫？有。先放着，繁星先放着。我知道，他们搞不好想，哎、欸，这个是有灯的、欸，哎、欸，啊，哪里？这个野人是有灯的、欸，哎，哦，有灯的那拿去照明、啊有灯的不错，让路灯。好了。来了，摆在这里哦。让路灯。哎，哇，完蛋了，阿弟，谁跟人家冲过来的？看。啊！你带礼品啊！直接扑过来了，直接扑！有啊！好了！哎、欸，这路灯好猛哦、喔！我敲个位置。哎、欸，等一下，这所以这个是里长家对不对？哪一个？哪一个是里长家？啊，好，里长家。放在里长家门口。怎么放啊？然后。等一下，掉下去了，好难瞧哦，等一下。你看是小起点，不会用啦，等一下。好难哦，好了，这样可以了，啊，我好冷。好冷，烤一下，我烤一下。这里有生火，这里有生火了。那我在白痴吗？这里有弄个什么？这是霸凌啊！太白痴了！哎，笑出哦！现在找到海龟吗？他们还在找。下雨，现在有点难找，因为不能。哎，有食物可以吃喽！哎耶！吃！好冷啊！所以那个哈基家这边就是厨房这样。厨房是吧？啊 ！Sorry， 大家都在这边吃东西啊！真的。拜。我也要去吃，好冷哦。哇，超暖的！有没有能够把这整个城镇都弄到很暖和？拆一个，你要一直放火堆啊，是应该是有办法的啦。啊嗯、走一步就火堆，就是一直放火堆。对，要一直放火堆。完了，这边干了，还不能睡，目前还不能睡。哈基这边真爽哎、欸，根本是自助霸、啊，真的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饿了就过来看一下。哎，之后就是要其他的都没追上来啊，其他没有啊，好可惜哦。所以只有两块跑过来而已，对吧？现在来会太晚吗？蛮好笑的，可能都在之前了，可以去看他们的频道那个记录。啊，里面你有两块肉可以吃，这个是吃一下，找肉的天堂。哎、欸，这个每个人家门前都会有火直立火把哈，路灯。哇！我靠！没有啊，里长的不用啊。没有也要啦，里长也要。里长有探照灯哦。里长有探照灯哦。其他人只有火把，你家是用电的、哦，比较高级。对啊，不一样。那个是手吗？对，那个是野人的手。理智剩下74%了，越来越低了，是不是？有啊，这边有小块的肉。我现在盖一下这个。哈基，哎，那个我这边有芦苇。考一下。理智哦，我来看一下我理智剩多少。怎么看理智啊？你按到。哈基芦苇。B 之后呢？右边数来倒数第四个。有了，这样应该就没有了。就可以了。我的理智有85%哎，理智是神智吗？对，神智吗？真的六七而已哎，好可怜。哇，你也太低了吧？太低了吧？我到底发生什么？71、79，我一定是85，我一定是一下飞机就看到一群人。啊，58，78，哦，78，可以睡觉了。好，睡觉。
我一定是怎样，你知道吗？我一定门关不起来，一下飞机要看到一群野人在吃野人，然后觉得单纯的打、啊，还没习惯就被迫接受。对，对，哎，可是我们没有没有先去找海龟啊？没关系啦，白天再找吧，因为我之前在白天遇到过啊。哦，对。他多人跟单人的规则应该会是一样，应该轨道不一样。谁还没睡？谁没睡？两个、哦、睡了，睡了。哎、欸，还有个谁？谁动了？谁啊？快，快冷了，快冷了，快睡。耶耶！怪怪物，好晕哦。怪怪物。耶、yeah, ，我们你的房子是歪的，是？对，可以继续在山坡上，可以继续再盖我的房子。对。哦，没有啊，先去早餐店吃早餐啊。哎哎哎，对啊，你们先去吃早餐，先去吃早餐。我怎么又饿了、啊？早餐天哪、啊，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哎、欸，早餐今天要补货了。早餐不够了。早餐不够了吗？我看我身上有没有？早餐快不够了。是没海龟。啥没有？哎、欸，这个路是不是没有设计好啊？哪里？可能是对对对，把酒吧团没设计好。你是不想去泽平家、啊？哦，你说这边吗？没有啊，我就跟他说，就路就设计到这里就好了，因为他到时候楼梯下应该刚刚好。我觉得应该会刚刚好，可以瞧一下。那路怎么断在这里？你看，我妹都会关心我。你看你那乱改。那路断在这边是哪里？大家都是连到的。哎、欸，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你那在盖什么？啊？我盖让鸟会停下的地方。他在看，盖、哦、世界奇观，飞机场。飞机场吗？原来那个就是飞机场、啊，原来如此。啊有有有，我们这个允月家外面还没有灯哈，来来盖一下盖一下。允月家外面还没有灯。对啊，他还没有灯呢、啊。允月，你家的灯要盖在哪？就盖在路口就好啦。盖这咯，那我盖这里哦。啊、好。哎小，看到吗？一早起床就是要工作，开始砍木头了。小雨，我一早起来在捡石头。盖在你家外面哦。好的，没问题。啊、收到了。啊！不是吧？这不是树倒的声音吗？哎呦呦呦！他自己家门口还有一条腿。还有一条腿，还有一条。怎么？我刚才没看到一条腿。有啊。啊，是不是？哎呀！哇，我是你藏的吧？你藏在你胸口，结果说，哎、欸，腿是你藏的吧？哎呦，你别挂在他自己家门前哦，腰大肉掉在那边，没人在拿哦。腊肉，腊肉，没关系，这边有蓝莓虫。对啊，泽平那应该是用绳子上去的比较方便。什么？你说我家吗？对啊，你太累了吧？感觉比较方便一点。有海龟，住到了。好像没有海龟，有陆龟。我去森林看看。所以还是要还哎呀哎呀，陆龟会很大只吗？不小，蛮大的。那这样我们应该也看得到才对啊，如果有看到的话。为什么刚刚莫名其妙蹦出一台笔记型电脑？因为被压到不会死。哦，哇！摔到了、欸、其实好像会、欸、他那个路中间会没有生草、嗯、哈哈，最后好像会慢慢的就没生草了样子、嗯、就是你完成之后他就慢慢的就不像蒙阿波了嘛，对对 对, 對口渴了那就喝苏打水吧，好奢侈的想法，这么奢侈的啊，不愧是里长不愧是门前有一个那个象征的里长门前有点会的就跟我们不一样思维就会不一样了有没有，对进化了进化了，一个便当吃不饱吃两个嘛两个就够了你是在讲什么就这样嘛，木头不够怎么办，你可以用木材啊哎呀，石头不够怎么办？你可以用人头嘛。哎呀哎呀，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不行，石头人头要拿来吃啊？哎，不是、啊，杨哥不行，不要玩食物。哇，我们家快要玩食
真的。我家终于快好了，我家一定不好，路快不好。我家已经冷到爆炸，你还要自己省。超远，已经超冷。是不是要收集画？画？对，我在我们家的那个旁边第一个野人屋里面找到一张画。真假的？搞不好是可以放在你的。小孩子的画，我们祖先任务。对啊，那应该是祖先任务。在我这，等下带我们去好了。都没在你那个小孩有没有？没有，你就往野人家，你就看到第一栋三角形的屋子在里面。好。没人记得那个小孩，我们已经过了一年，那小孩都长大了。因为我们都在努力的盖村庄。我们要先努力活下去才能救小孩。对啊，你的爸爸妈妈成功了当上里长这样子。没有，小孩就是说。爸妈，我们快回台湾。他说不要啊，在这边生活就好啦。我直接当里长了，每天喝苏打水哦。对啊，每天喝苏打水，每天喝苏打水，好爽哦。我离太远，我在底下。哦，上面有那个每天喝苏打水很爽、啊。我又野人了，来、啊，他们那边有食物，好了，我们输了。这边有点远呢。哎、欸，这边好多野人，三只啊。哇好刺激哦，好舒服，当野人哦，好舒服的声音哦，好舒服，要喊回去啊，要跟食物玩耍的声音耶，对啊，拿下回去啊，没有，我看到你了，哎、欸，我真的肚子有点饿嘞，我来看一下，我也很饿啊，看一下有没有食物。我刚刚去路边采了一些草，饿了咖喱啊！不是那个啦，我刚才吃也没。大啊，这个时间你差不多肚子饿了，饿了咖喱。杀掉，杀了一只啊！还有两只在海边。哎、欸，我这里围墙还没盖啊，可恶！盖围墙。哦，围墙还没盖。哦，这个、欸、那个手电筒的那个野人，哦，哦，里长的象征哦，带回来。哎、欸，我们可以选副里长啊。我可以选副里长，我还拿再次风纪里长，风纪里长，风纪里长是什么、啊？敲嘞，敲嘞，啊啊！不要对食物那么凶，啊、不要对食物那么凶。哎、啊欸，其实有一边离海边超近哎、欸，哈基。哦，掉了，就是从我们家往泽平家直直走就到海边了。啊，是啊，对，哦，是假的，真的。我在大头吧，带回去吧。好、啊，带回去。你那边有没有乌龟啊？再找了，再找了。里长村每一个人都是里长。里长。里长模拟器。我们在玩里长模拟器。不错。不错。原来是里长模拟器啊！我以为是食物模组呢。食物模组都来了。食物。那理智下降会发生什么事啊？你可能会看到、欸、海龟，好、啊，你找到了、哦，打他、啊，太猛了，打他，我们走半天走抽，我操，我操，怎么抽他？拿斧头吗？对，我记得是不是要抽很久啊？哎、欸，不会是嘞、欸，快了，是啊，那我们应该要一起集体过去的。环境好远哦，来，不会，不远，一点也不远，我哦，三只海龟，好，三只。哇，我来的！哇，我可以当里长了！因为你找到海龟，所以你可以当里长了。所以现在是这村庄只要有人有贡献就可以当里长。哎、欸，赶快过来，對有海龟头！哎、欸，四只海龟，快！海龟头了，终于找到了！终身海龟奖！有海龟头、啊！真的啦，赶快过来啊！等一下啦，我是觉得不太可以啦。好，那你跟我讲他的头要叫什么吗？海龟的，海龟是黑的。这哪里？来，好远。海龟头。哎、欸，有人要求要学艺里长、康乐里长跟卫生里长了，太多里长了，多了。哎，海龟头只能拿一个，赶快来拿，帮忙快点。海龟，这里还有海龟头。Tony，挥手。哎、欸，他已经陨石坑了，很多人。这样子，海龟手。这样子。等一下。好了，他好了。哎、欸，这边还有海龟头，快点。
海龟壳，海龟壳，海龟壳，快点喊海龟头！哦，我捡了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快，好可爱哦，好可爱！你的海龟头好可爱！什么东西呀？怎样？还有人要来吗？还剩还有一个海龟头在地上。挖过去，挖过去，挖过去，挖过去。他们在讲什么？真的是海龟头啊！看，来，请发言，这是什么东西？哎、欸，真的是海龟头哎、欸！地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剩这个，剩这个，走走走走走，回家回家。真的是，我来了，头颅不能合成。